晒晒你的袜子先哦。再加一点温度先。稍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就放点那个三温水。我们放一个370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再给你放一点那个果皮纸哦，跟姜片。我这些都好了，我都给你盖一下，然后就给它开一个大火先，再煮一个10分钟，这你们稍等一会哦。没有盐这些的吗？盐是大会有，我还可以加一下，如果再加的话，可能味道就太咸。谢谢你们了。大概它只多2分钟啊，就煮好了。嗯，那就换我跟你换一个。你好。好像是，哎，是不是我的勺子？勺子的勺子。